陇川，在傣语里称作蒙晚，意思就是太阳照耀的地方。这里居住着景颇族、傣族、阿长族、傈僳族、德昂族和回族，是中国景颇族和阿长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县。相比较云南别的旅游城市，陇川县显得有些默默无闻，但提到产自这里的一种刀，那可就名气很大了，那就是闻名世界的护撒刀。俗话说，女人的衣柜里永远缺一件衣服，男人的收藏里永远缺一把好刀。可见这世界上男人对刀的喜爱，刀对男人的重要。对于居住在西南边陲的阿昌族兄弟来说，护撒刀的意义更是超乎寻常。护撒刀还有一个名字，叫阿昌刀，是因为这种刀就产于阿昌族聚居的陇川县护撒乡而得名。护撒刀历史悠久，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名扬天下，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在陇川县，李永德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刀王。他打造的刀锋利有韧性，并且十分漂亮。这把长达6米的护撒刀让李永德至今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，被评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把刀。李永德在保持原有的制刀工业的基础上，还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元素，作品看上去更加丰富多彩。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，制作护撒刀的工艺已经变得非常成熟。之所以护撒刀能名扬天下，这和它繁琐的制作工艺是分不开的。护撒刀制作过程需经下料、制胚、打样、修磨、试叶、淬火、抛光、做柄、制带、组装等10道工序，其中淬火环节最为关键，通过热处理让刀叶的硬度和韧性达到最佳状态，做到柔可绕指、吹发即断、刚可削铁。淬火技术要求很高，刀剑质量的好坏往往取决于淬火技术的高低。护撒刀工艺独特，质地精良，锋利耐用，用木、皮、银等材料配置的刀鞘也极为精美。工匠们还喜欢在刀鞘上镌刻龙飞凤舞、猛虎长啸、东方日出等风格多样的图案，并对刀柄精心镶嵌装饰，成为一种让大多数男人爱不释手的精美艺术品。历经几百年，护撒刀不断的传承和创新，而刀锋闪耀出的光芒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，因为陇川还是那个太阳照耀的地方。